大家好，我是卡特，卡特又来啦。今天卡特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新产品呢？很多爸爸妈妈在家里的时候都会被小孩吵得不要不要的。OK， 我们还在用传统可能只能给他看3D 产品的方式来安抚小朋友吗？不用，今天益生特别新推出了一款我们数位止喷胶膜，这个是我们的眼睛、鼻子、嘴巴系列，我们可以创造一个亲子互动的环境。好，我们跟小朋友互动。比如小朋友喜欢这个鼻子、这个眼睛、这个嘴巴，把它剪下来 ，OK， 粘在我们的衣服上面，再透过热压的方式 ，OK， 你可以变成旧衣变新衣的方式，又是一个新的衣服，也可以创造更多亲子互动的空间。那除了我们眼睛、鼻子、嘴巴系列呢，我们有另外一款是属于我们的可爱风格，上面有动物啊，有草，有冰淇淋啊，有热气球，非常多的主题。哦，小朋友喜欢什么 ？OK， 我们把它剪下来，一样把家里不要的旧衣服拿出来吧。我们一个旧衣换新衣，就可以增加亲子互动的方式。那今天智慧止喷胶膜这两个系列的部分的话，一样，我们益生友情价都只要298有一张，哦，就可以让你在家里有一个新的跟小朋友做亲子互动的方式哦。那接下来卡特来为大家示范一下如何操作我们的数位止喷胶膜吧 ，Let's go。挑好了吗？棉被挑好了吗？挑好了，好 ，OK， 那我们这些先放旁边，你挑好了哦。那等一下我们就把它摆上去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开始喽。好，来。好，现在我们的弟弟妹妹把我们想要印的图，好摆上去，好，我们这个 A4 烫板上面，哦，只要摆得上去都可以做烫印哦。好，我们现在依照自己想要的位置。好，帮我们涂摆上去。好，摆好了吗？还没，还没，还有。好 ，OK。好 ，OK。我们把它摆好，摆好位置之后 ，OK， 我们稍微调整一下。你要的位置吗 ？OK。来，这位置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哈。好 ，OK。好，来，我们摆好位置之后，我们把它放进去，放进去之后压下去。好，那15秒之后，我们的客制化胶膜就做完成了哦。可是一烫完你后面马上撕哦，那怎么等 ？OK， 我拉起来了。哇，酷 ！OK， 好，现在我们15秒过去了。那我们15秒过去之后，刚烫完不能马上撕哦，我们一定要等我们的胶膜冷却之后才能够把它撕起来。好，才能把它撕起来，我们的图才有办法完全的附着在衣服上面哦。好 ，OK， 现在我们的胶膜已经冷却了。好，我们请我们的弟弟跟妹妹帮我们把胶膜撕掉。OK， 我们可以看到胶膜撕掉之后，它的效果是非常的好看。好，所以各位同学，如果我们家里有的旧衣服，我们可以把它旧衣换新衣的感觉。好，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官网下单我们的客制化止喷胶膜。太棒了，好好看了。好，真的很好看哎。OK， 好，等下可以换上去来穿一下，当妈的。好 ，OK， 各位同学，我们的客制化胶膜已经印制完成了。这是我们的专属性式客制化胶膜，这个是我们的亲子互动客制化胶膜，你喜欢吗？喜欢。好 ，OK， 各位喜欢的朋友，赶快到我们的官网下单哦。